公室有的时候火气很大，被骂了，可是哎，情绪又不能表现出来，可能马上又要赶到另一场会议当中。吴医师有没有什么消火、人体的灭火穴位，可以让我们身心哎沉静下来，表现好一点？当然有，要而且要马上有效，对不 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到有两个跟心有关的，一个是心包经，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心经哈。那心包经呢，我们就怎么找呢？通常我们就是用在这个瓦根纹上面的这个三个指符的这个内关，对，好，就我们按一下一下，有一个，你看这样动一下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经络出来，那这个经络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内关。那这个内关的时候按的时候，就要心率保持微笑，然后深呼吸，然后呼气的时候按下去，呼吸的时候按下去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，气会比较顺一点。那还有，已经按到都很，就是心情很烦闷，到快要骂人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穴道叫做少府。从这样子带大家来看，少府，你看这样，这个食指呢跟这个中指呢，这样按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有个中间有个凹陷的点，上面刚好在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地方。哇，少府穴。少府穴，少就是那个年轻有为的少，府就是总统府的府，少府穴。那这个少府穴，你看按下去的时候，发现会酸酸的，有酸酸的。对，那酸酸的时候，你要配合我们的呼吸，深呼吸，呼气的时候按下去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气都给它消了，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么的口干舌燥，想要骂人。记得喝杯水，把我们的心火呢消退过去。好，这样子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工作效率更好，而且开开心心的工作，才不会整个人都要冒火了，可能还影响了工作效率。